对于女生跟你告白啊，或是女生对你有好感，他都是很大方的哦，大家交朋友，然后约出来吃饭也出来吃啊。可是他就是只维持在吃饭的阶段。他看到我们女生呢，因为我想你带人也很好吧，知道女生看到他就是在等这一下，他都会主动过来问。没有没有，我看到美女也是这样子，我也会很高兴啊。就是当女生对你这样勇敢的表达说我好爱你啊什么，然后不是 fans 是这种同行的人的时候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大家都在开玩笑，然后气氛都哎呀不是开玩笑的，哎呀不是开玩笑。他今天有郑重的，他虽然不在场，可是就是很郑重的要我让你知道他不是开玩笑。他真的爱你啊。他有委托你在节目中讲吗？哎呀很爱王力。对啊，力友你不知道这件事吗？你就是他心目中能够交往。他都没有正式跟我讲过。拜托，他从以前他是打那种太极拳那种方式。因为制作人今天那个康熙来制作人就是说，因为怕阿雅表现得很失态，所以就是很残酷的，就是说对不起，王力宏专访这一集我们必须要请徐熙媛来做，因为徐熙媛比较维持理性。就阿雅就跟我们发脾气说，他再也不要来主持这个节目。他其实躲在那边说，阿雅出来。出来我觉得他那条神经是死的，因为比如说我们姐妹哪一条，就是对于女生跟你告白啊，或是女生对你有好感，他都是很大方的哦，大家交朋友，然后约出来吃饭也出来吃啊。可是他就是只维持在吃饭的阶段，就是他不可能会单独约你或跟你聊一些真实的进展。那女生不是会痛苦吗？就是你们以为收到了很温暖的回应，结果他只不过是把你当一只熊猫而已。我真的很喜欢我们，像我们这一票朋友啊，然后这个就是这群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人。对对对，那就是反正这个圈子也是大家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互动多一点，不管是艺人、主持人或者什么的。那对啊，那不要太尴尬。你跟人家出去吃饭的时候都聊些什么话题？前天还才跟范范陪才跟孕妇吃饭呢、啊，他所有的话在孕妇，徐熙在家里一定很痛苦，就他现在王力宏眼中只是一枚孕妇、啊。大家很久没有看到小 S， 他很快就生掉了，就会恢复。从这以上完全没有改变，完全没有改变，对，完全是一个高中生的样子。可是如果是他现在从背后抱住你，就会感觉到被顶到。我从背后抱住他，应该抱不住的，因为这前面是哎，对啊，非常非常大。他走路还要对，会这样子，他坐下来。王力宏，你说实话，以前 S 还没有那个怀孕的时候，就他都没有让你那个嘛动心过。不然这样讲好了啦，你觉得我们两姐妹有曾经让你挑过，没有要交往，就是让你心目中挑说这个有比较好，你有挑过吗？哇，这个很嗨耶，一定要讲的啊！因为我们拜托我们姐妹们，就是演艺圈没有一个女生看到你不会有那种抖一下的感觉啊。谢谢你。那你有挑过我们两姐妹吗？就是觉得挑过。对啊，你初次见到 SOS 难道没有？比如说妹妹比较可爱，或者姐姐比较怎么样讲？其实在这圈子里面，应该没有人没有玩过那种二选一，大 S 跟小 S。OK， 结果呢？我们想知道你的答案了。不行不行，所以不能讲，就是因为如果你选的是大 S， 你就会很爽快的讲出来，因为他在场，讲了才有礼貌嘛，所以表示你选的是小 S， 对不对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没有没有啊，哎什么事情？人家有老公啊，所以是小 S 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说这已经不是公平的，是小 S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录影到这边，好，结束。算了啦，去坐那边。你怎么可以对客？你不要对客人。好失望哦！真的不是你耶，你一定以为你赢定了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没讲，我已经下了结论。你推理出来就是这样啊！因为如果我是男生，然后大 S 在这里，我一定会说，我选的就是你啊！谁管那个孕妇在家里？对不对？没有。不是他，不是这种人啦，不是他，不是这种人，一定要 peace， 大家。他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要跟你 peace，、啊、他就是这样。要和平主义者，音乐人就是这样。所以你有不爽到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是我妹的话，我真生气，真的生气。所以你告诉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都没讲？你说好了，他就是他没选啦。好了，你没选。他刚刚是在比胸部吗？不是啦，我这来这边是被害了吗？就是，好了，是苹果啦，我的苹果。好，所以 peace
就是好，没有必要，对对，不要伤人。两姐妹感情多好，嗯，真的，我们两姐妹回家今天就为了你打起来。好吧，新专，人家送我们新专辑，嗯，盖世英雄，里面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还跟 Rain 一起合作了，对不对？ Rain 跟王力宏，你会选哪里？我会选王力宏。哇，你我不是 peace 吗？你怎么？我这个人不 peace 的啊，我是犀利出名的，我还 peace 什么？那你跟王力宏选王力宏？嗯，为什么？在我心目中，我觉得王力宏比较好啊。在我心目中，你看他讲了耶，你怎么办？哦，好了，那我选你好了。啊，谢谢你，你用这个换来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我不觉得羞耻，你不觉得很羞耻吗？我没有要跟你换，我是讲真的。如果今天 Rain 跟王力宏的话，我一定选王力宏啊。那王力宏跟周杰伦，你是说交往吗？就直接选哪个比较帅？如果是我们 peace 里面圈子这么小哈，好，他逼我不要选的。OK， 好，不准，所以我回答不准选。本来要讲出口了吗？我本来都是，其实你让我选，我都可以选得出来啊。真的吗？可是他叫我不要选，我就不要选。那就让他置身事外，你去坐那边，你去坐那边，我们两个自己聊天，不关你事，我们不要连累你。再见，祝你顺利。如果说是谈恋爱的话，可能会选周杰伦；可是要结婚的话，我会选王力宏。谈恋爱选周杰伦？嗯。就比你觉得他，就他太老老派了吗？嗯，我觉得他是会谈恋爱会很温，很给人家安定的感觉。OK， 然后很温柔，然后是一个好先生跟好爸爸。可是周杰伦跟他谈恋爱的话，感觉会比较刺激。你喜欢刺激的恋爱？为什么？就这样很惊险呢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还有在挑的吗？就是那个王力宏跟仔仔啊。他也不是说不 peace 吗？我也够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在慎重的考虑。你有要追我的意思吗？我现在又有什么好选呢？就没办法，这就不能选了。OK， 因为就是 available 收得到的才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二鸟在林，不如一鸟在手。对啊。什么一鸟在手？我讲是英文，我不是。我不是个爱情，那个任何事情。OK， 所以那个，如果就纯粹就帅而言的话，就他其实是分数很高的。就帅而言的话，我觉得他可以排名是全台湾最帅的。真的吗？马英九呢？马英九是评审，马英九是评审，帅到评审。你怎么连马英九都不放过啊？不同风格啊，不同那个。OK。哇，你排很高哎。超高的啊！我的妈呀！他常常黑人会突然带他出现在我们家，然后有一次我就是穿着睡衣，然后好像头上还弄了一个什么止头痛的东西。很多东西、啊。对，很多工具。是在弄发卷吗？就是类似那种，就是类似发夹还是那一类的东西。然后一开门我就看到陈建州有点嗨，然后后面是王力宏，整个人弹一下，然后又不能直接冲走啊，他就，然后又慢慢的进房间换了一套好看一点的衣服。那头上怎么办？赶快弄掉啊！然后他在干嘛？他就是默默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有注意到我头上那些东西吗？有啊，你姐姐也有啊。我姐姐也有。你姐姐更多。对。然后你进去有偷笑吗？想说，在家里那么邋遢。我觉得哇，女生好辛苦哎。啊。然后陈建州事后就被我们陈建州骂得很低级耶，在外面回来怎么可以不先通知？真的气死。万一你们更丑怎么办？对啊。有问题要问你，就是因为小 S。结婚然后怀孕了， yeah. 就不可否认的，很多男生会觉得她不再 在那个性感上面那么强烈的，像以前那样有扣分了。对，因为做妈妈就会有圣洁的光环，我不觉得扣分啊，真的。可是你看到她不觉得有慈祥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吗？以前是很辣，她以后就会抱一个婴儿哎，然后她的胸部就是一个给婴儿繁殖的工具，而不再是纯粹的那个性感的那，这样没有让你觉得说。就小 S 变妈妈了，这样。我不会啊。不会吗？我会觉得，可能是因为前天跟他吃饭，他是坐在那儿，所以看不到那个肚子。坐在饭桌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根本就是跟以前一样的。还是很辣。